欢迎收看我们的天才贝贝贝。好，今天我们看好像都没有来宾。是、啊，我们两个就玩起来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节目有公休的一天吗？啊，不是什么公休，我们节目要历经突变啊。是。哎，我们每次都要有新的改变。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是一种脑力的激荡，我们自己也在脑力激荡。对，马上我们要先介绍我们的左脑队的阵容。不得了，今天两队阵容非常之坚强，立刻欢迎左脑队杨俊龙、霍伦辉，还有罗百吉，您请迎客。欢迎，这都是来自香港的朋友、美国的朋友，还来自印度的朋友啊？什么印度的朋友？一看就知道刘雪华带来红毛猩猩一只。这位是林景，林景怡，哎，长得有酷似徐景淳呐。对，他们其实是同一家子人。我要先打个招呼，瓜哥好，周哥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有礼貌的小孩你好，按表超客气的。哎呀，那这个姐姐唱歌这么多年，你才跳出来唱，为什么呢？之前都是做幕后。哦，做幕后，哎呀，这个长得比姐姐漂亮，做幕后实在可惜啊。对，姐姐应该做幕后了。是什么话？是这样骂人吗？莫文上次报章杂志写说他来国内做宣传，突然间又被召回去拍戏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在香港现在还有戏拍吗？现在拍完了。啊，已经拍完了。所以过来玩游戏。我们这不是玩游戏，过来打考智力的，让我们台湾的观众更多人来认识你。哎，对，好，加油！这四位都非常优秀，由我们杨俊龙领军。好，来，请入座，来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左脑队的阵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右脑队的阵容：钱德门先生、王美小姐、陈雷、柳汉雅。Go！ 哎呦呦！各位看到这个组合呢，正是符合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哎呦呦，鳏寡孤独皆有所养。哎呦，还真的通通有了。是啊，你看每一个层面都顾到了。哎呀，有我们的长辈钱德门先生领军。对，荣幸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哎，来点。哎呀，真是礼多人不怪啊！我们钱爸一进来，你看帮我们打弄领子啦，哎，这衣服哪里不整齐啊？等一下怎么样？他说他的头发还要旁分啊！哇嘞，上面而且要胶带铺粉，马上铺到中央位置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介绍我的新搭档啊，柳汉雅。哦，阿雅。阿雅，非常优秀的新人，大家都给我。哎，不错，今年才14岁啊，希望大家都给他。30岁了。瓜哥不能光看这个发育就断定人家是几岁。那你看莫文蔚几岁呢？我应该是不到12岁，24年次吧。好，请右脑归队。谢谢。钱德门领军啊。今天左右脑的阵容向各位已经介绍完毕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是黄金眼。我们这个黄金眼是由 3D 电脑动画绘制而成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影片，当中点点滴滴记在脑海里面，可能是你的答案跟题目都在里面了。前面是9题，一题50分，请看我们的黄金眼。这是一段电梯里面的一个景致，而且好像里面都有电影海报啊！马上这题目就在里面了。来，黄金眼 ，bang！ 这是一栋几层楼的大厦。哎呦，哎哦，前爷，太快，几层楼？18。哦，来，莫文蔚小姐，孟广美，不是莫文蔚，孟广美13，小姐13，不对，电梯上几层？16。他也太啊！你还跟他管他？来，杨俊龙，好，15，嘿嘿，再猜12，来，陈磊22，孟光伟12，哎呀，17，孟文蔚，喂，那个林景怡14楼。有没有看到？猜了20几个才猜中。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啊，算是糊弄了，大家拼命，通通不给分。我们但是没有分数啊，好吧？超过3个就没有了。总共14楼嘛。好，下面一题。电影海报
包上演出日期是几月几号？演出日期，来杨俊龙，杨俊龙先生。哦，那电影叫做《终极保镖》，演出日期是吗？啊，十月，十月七号，千万不能讲。六号，六号，六号，十月没错。三，啊，三号，十月三号。好，来自香港莫文蔚，来，陈磊，陈磊，十月十号，十月十号，国庆日啊。十月二号晚上十二点。好了，不要再猜了，受不了了。哦，啊，两个以上的都挂，有猜错的请挂笨啊。十月十九，而且是 Bodyguard， 有没有？终极保镖他说的。对呀、啊。好，下面一题 ，Ben。电扇下共有多少钱？哎、欸，陈林，三十。好，孟广美，三十一块。三十一块。好，二十二。二十二块，不容易啊。二十六。哎呀，哎、欸，恭喜二十六块答对啦。但是超过三个也是没有分，啊，也都本来知道啊。对，请来，两份得一寸哈。好，来，孟广美小姐，恭喜恭喜，请挂寸来来，这个这一段录影我们送到美国给理查基尔看一下。两个十块，一个五块，一个一块，只看到两大两小。好，下面一题 ，Ben。电梯上面有什么东西？有老虎钳子。哎，钳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什么？有刚有钱嘛？对，钳子，钱币。前面那是风扇底下了，风扇上面。它后面还有一个箱子，红色的箱子。红色箱子吗？还是盒子呢？盒子，盒就是盒子。什么盒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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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给你两个，给你猜，香烟盒还是韭菜盒？我这样会不会算是 pass 的厉害？我手已经这样了。好，香烟盒，香烟盒，前面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是一个瓶子了，什么瓶？钳子，瓶子啊？什么瓶？什么瓶？难道会有酒瓶吗？保龄球瓶、酒瓶、可乐瓶三种颜色。可乐瓶，水哦。哎，我们是因为啊，从头到尾都挂零，很难看。哎呦，香烟盒、可乐瓶跟钳子。哦，下面第四题了，请看 ，Ben。电梯内镜子上是谁的留言？哦，来，谁的留言？啊。大呆，大呆的留言，大呆，好，下面一题 ，Ben， 垃圾桶上是什么图案？好，刚刚有没有看到最后？垃圾桶是什么图案？是一个动物的图案，老鼠，老鼠，哎，我，你是在骂人呐、啊？我在演老鼠吗？瓜、哎、哥手一紧，你是骂人家尖嘴猴腮的？这样这样，好，猫头鹰。猫头鹰，看到没有 ？Yes， 恭喜得到五五十分。猫头鹰吗？啊、哦，来下一题 ，Ben。电梯门打开是在几楼？几楼？几楼？哎呀，哎呀，几楼？九楼。九楼。十一楼。十一楼。嘿嘿，疯狂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罗百吉，罗百吉，罗百吉。我真的知道了。罗百吉，请说。罗百吉，九楼。我真的知道了。瓜哥，我真的知道了，那个直接就是蠢子。没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来，阿雅，阿雅，十二楼，十二楼，因为他的那个号码是一二零九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一二零九，这个十二楼要给分，为什么？一个九楼是故意把资格破坏的。对对 对, 對，所以他是属于第三支。阿雅这个五十分是算的啊。对嘛，十二，十二。下面题 ，Ben， 钥匙上是什么英文字？哦，陈雷 ，ID。哇！哎，刚你穿西装来，真好。哎啊 ，I'm sorry， 哈 ，I'm sorry。快点，快点。ID， 没错的。好，下面一题 ，Ben。电梯共按了几楼？好，好，林锦。哇，五个楼。哪五个？哎，厉害！一三九，一三九，十一十三。人家刚刚讲开门最后一门是几号？十二，你可以讲到十三。一三，哎呀，太可惜，他这没有答对这个愿望。好了，目光美，你讲几楼？一三九，一三九，十一十二，一三九十一十二，对不对？恭喜！你把猪头拿掉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哇！这猪头会陪伴你一生。马上要进行的是谁的朋友多？